针对这个漏烫孔的这种处理，我给大家讲一下哈，就是看到没有，这个地方里面这个地方是棉，然后这个地方会有一个就是凹进去的一个，看一下可以摸得到，然后用剪刀。直接把它剪成一个圆形，好，然后就这样就可以正常使用。